泰山唐摩崖。泰山科石2200多处，泰山的壮丽和历史吸引了文人墨客前来朝山揽胜，他们赋诗撰文，在此留下了丰富的文化作品。由山脚拾级而上，沿路科石由秦朝到清代展现各式书体，而碧霞祠东北碧石林立，题刻满布，人称大观峰，东为宋摩崖，中为唐摩崖，西为清摩崖。最负盛名的就是唐玄宗的碑文记泰山名，俗称唐摩崖，刻于唐开元14年，西元726年，高13.2公尺，宽5.7公尺，连同题额共1008字，书体为唐隶体，刻写了封禅告祭的由来。颂扬泰山，表现大唐帝国的盛世和唐初五位帝王的功绩。泰山精湛的石刻艺术被称誉为中国摩崖刻石博物馆，实在是名不虚传。